Hello， 大家，我现在在一个离香港不近也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澳门。没错，我这个周末就献给澳门了。为什么呢？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一个呢，是我有一个从韩国远道而来香港玩的朋友，这次刚好碰到有朋友生日，所以他就是这个周末会飞过来。然后他这次来香港，其中一个行程就是来澳门，所以我等一下其实就会跟他们见面了。Anyway， 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没错，就是我要去看 Seventeen 在澳门场的演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买票的就是手残事件，好不好？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我有一台电脑啦，我有一台 iPad， 然后我就在那边讲，我家的网络算是很快的，所以其实我在四分钟的时候，我的电脑就已经进到系统了，我就很兴奋，想说哇，我可以买票了。那个时候就是什么票都还有，最前面的 VIP 也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手残，不小心点到其中一个，但是那个不是我要的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呢系统就把我跳掉了。什么？然后我就整个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一瞬间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这样往下沉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这样，但还好我还有另外一台 iPad 嘛。然后等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也进到去了，但是就没有我最想买，就是最前面那个位置了。离舞台最近的是 A， 然后再往外是 B， 然后我就买到 B 的票，这样。对，就是我这次抢票的一个小插曲，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多蠢而已。我觉得我需要被谴责，太蠢了。我刚才已经换好衣服，准备要出门了。你们记得上次的澳门 vlog 出现我可爱的干女儿吗？我等一下又要去见她了。我的干女儿刚刚还在睡午觉，现在应该差不多起来了，所以我等一下先去找她玩。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这次来澳门也是挫折重重。我这次订的酒店不在台帕，然后我就想说，看 Google Map 大概九分钟开车，好像还好嘛，我就订了到台帕的船票。但原来这间酒店离澳门另外一个码头就是走路只要五分钟，所以我就是一个，只能说我太不 J 了，完全没有做好功课。然后澳门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来接我，我就说没关系啦，我可以自己坐 taxi 就好。他说我太天真了，因为最近澳门好像有什么 taxi shortage， 就是你很难很难叫到车。然后我想说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然后就我一出去就发现，哇，那排 Dixie 的那个队真是排到天荒地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Oh my god， 只能说出外真的要靠朋友。By the way， 给你们看我今天的 con， 我觉得超好看的。准备要出去见我的干女儿了，其实是我自称是她的干妈啦，她爸妈我印象中也是没同意啦。我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要给他们，其实算是借花献佛啦，因为这个是我妈去买的，它是一个牛轧饼，就是苏打饼中间夹了一个牛轧糖这样。我妈是早上不知道六七点的时候去排队，然后买了十盒回家。妈妈还是比较懂人情世故，你知道吗？好，我们来快做一个 OOTD 好了。上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长袖，搭配我的棕色西装外套，然后一个休闲的黑色长裤。包包是韩国品牌的，我之前还为了它特别拍过一支影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今天的视频走金色路线。Oh, my friends don't care about everything as long as you got a story to bring. You want to take me along? Take you along. Take you along to some other places. We drive towards the other horizon. Maybe to spend a couple of hundred. Tell me right now. Tell me right now. Give the camera a kiss. Kiss the camera. Kiss the camera.重要的一天，要好好的打扮一下。我刚临时发现，原来我11点就要退房，
所以我现在要急速 get ready。我今天的妆应该不会到太复杂，然后想要自然，然后稍微 bling bling 一点的。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去吃早餐的时候碰到两个观众，然后他们送了我两张卡，一个是 Wanu， 一个是 Hoshi 的，超可爱。好 ，Hello 大家。虽然说你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刚其实超级认真在 get ready 的。虽然也不是说他们真的会看到我，但是这是一个心意的部分，一个。在出门之前想要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欢戴的 ColorCon。 那我之前前阵子看到 Agnes 有在试用，所以我后来自己也试了一下。那我今天分享的三款都是韩国制造的，然后他们的重点跟最近韩国比较流行的那种自然的风格比较相近，然后中间会有一些渐层跟颜色去做 highlight， 然后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你们也知道其实我平常不太会戴很夸张的款式，所以这几款我都觉得是生活中你很容易可以去 carry 到的。我今天戴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 LaSalle Iconic 系列的Baby Brown 率性飞，它是无框设计的小直径款，最适合平时打扮比较自然的朋友。像我眼型比较长一点，所以像这种小直径的反而更能够凸显眼球的颜色。还有焦糖色的内圈跟深咖啡色的外缘，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搭配起我今天这种比较慵懒自然的造型也很好看。它不会像很多棕色的 ColorCon， 它的颜色比较单调死板一点，戴起来会让眼睛很自然的有神。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带着它去见我的 Seventeen。这款 Aurora Black 明亮瞳就是我昨天戴的，也是我觉得近期很漂亮的一款 ColorCon。 它采用的是双色内圈的渐层设计，所以会感觉好像帮眼睛打了 highlight 一样，看起来会更立体更有神。就像我昨天穿搭比较简约大方一点，也可以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更有一点小心机。还有一款是我前几天去 Jensen 的 birthday party 的时候戴的，这个是 LaSalle Iconic 系列的新颜色 Freedom Honey 蜜糖精。它的外围采用环圈设计，然后它的内圈会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金色线条去凸显眼睛的立体感。因为这个它凸显眼睛的效果比较突出，所以我通常都是在比较晚上出去啊，或是妆容会非常用心的时候就会戴它。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不同的 ColorCon，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款式或者需要的场合去选择。最近他们有个优惠活动，就是只要买四盒的 ColorCon 就会送100块港币的 Godiva 现金券。优惠的有效期会到3月31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在有效期内赶快去入手吧。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 OOTD 好了。外面其实我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加外套，因为听说很热，但是昨天晚上我发现澳门还是蛮冷的，所以我想说还是带着。还有我的应援棒。包包的话我就带了一个小包包，里面有所有必须的东西。安妞，我的朋友 Vin 呀，特地来接我，你知道吗？真的是出外靠朋友。 Hello Hello Say hello. Say hello. 我不是抽到啾啾，抽到你嘞，超级，我连克拉钻都抽到一个啾啾，然后每天都抽到后期还有我母，真的对，都互相，对，我们就是互相的。一杯麦酒，连锁大喜；一杯麦酒，连锁大喜；一杯烂泥都堆到半大口。你要念那个口号。Baby, 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我刚经历了一次换卡的活动，然后我刚刚从抽到 June 啦，然后换了一个 Joshua， 然后我刚刚换到一个 Hoshi。其实抽到谁真的没有所谓了。但重点是这个过程很有趣。对啊对啊，也想说盛况吼，搞找不到。
Hello, guys. 我前几天临时决定，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在澳门多住一个晚上，所以我刚回到我的酒店的房间。刚在场地里面，因为真的太挤太多人了，所以你要挤出去上厕所再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忍着都没有喝水。刚好我看的这场也是他们这次 follow 演唱会的最后一站，这次我蛮幸运的，因为我抢到的票的号码是60号，所以就我到的时候差不多都还是第一排这样，所以其实看的还蛮清楚的。如果你没有在追星的话，你可以跳过这一段不要看。我只要想到他们其实已经出道9年，然后已经经历这么多场基本上形式顺序一模一样的巡演，还能够在舞台上感觉这么快乐，这么有那个热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想给大家看到一个很棒的演出。这次虽然蛮可惜的不是13个人一起，2024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全部一起表演呢，不知道。虽然我很喜欢开玩笑说你知道我要嫁给元佑之类的，但老实说其实但是我真的也是说说而已。不管是他们的音乐还是综艺都带给我很多力量，然后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很开心，我也会觉得很开心。这是一个非常奇妙且单一的感情，我很单纯就是喜欢这个团，然后希望他们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就好了，真的。好了，然后明天还要赶第一班的船回香港，然后又是星期一的工作日，所以 wish me luck。我等一下来好好的按摩一下我的脚，因为我现在应该也是算从1点了，就这样子站站跳跳了到9点。谢谢大家，这边线上澳门的夜景，有看到吗？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e